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大家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用生命医治，本师佛陀学习大慈悲，学习大智慧，愿悲智圆满，普度众生。好，请放掌。我们升起了一个正确的发心，希望我们能够悲智圆满。所以各位手上拿的这一本叫《悲智双运》。那事实上，佛陀的手永远一只手代表智慧，一只手代表众生。那阿弥陀佛也一样，一只手拿着莲花，啊，一只手接引众生。所以那这两只手对我们来讲就像各位合掌，一只手代表成佛的智慧，一只手代表普度众生的悲心，我们要合在一起。好心肠要加上好头脑啊，合为一体，这个叫悲智双运。就像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千手是慈悲的力量，千眼是智慧的力量。所以因为有智慧才能够不执着，
而且知道怎么做啊。再来还真的要有实际的行为，这个手会伸到地狱里面去啊，伸到恶鬼道里面去。就像有一个故事各位听过了，有一只毒蝎子会咬人，但是它掉到那个井里面，那有个人就是一直去把它想要把它救起来，啊，人家说那你去救他的手会被咬到呢，但是这个人说咬我是他的事啊，但我不能不救他啊，所以透过他咬他，他才可以把他拉上来啊，所以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悲心。但是旁边人讲的是凡夫，因为他会痛，但是对佛菩萨来讲不会痛啊，这就是不执着自己身体的痛苦，然后呢才能够去救度众生。那我们都希望天天能够嗡嘛呢呗咪吽啊，嘛呢就是慈悲，悲咪就是智慧，吽就是合在一起，那这样才能够转化众生。嗡就是转化，把轮回转为清净，把痛苦转为快乐，所以把不清净的身口意转为清净的身口意，嗡，那就要靠着悲智合一啊，所以的修行。所以学佛不能偏一边，大家很慈悲，但是没有智慧，很容易起烦恼。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伤害我？那就是世间的感情啊，就会有那种痛苦。但是有智慧没慈悲，那也没用，那代表现在人的漠不关心、冷酷啊，只关心自己，不关心整个社会。所以那这两个都要，特别现在各位看报纸，这些有影响力的国家领导、政府官员，那这有影响力，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公务员，他就是要服务众生啊，服务国家，帮助整个国家的发展。但是在服务国家的过程，如果啊不了解因果，没有智慧，也就是说不相信因果轮回，而且智慧又不够，甚至有个人的贪嗔痴，那他做这个工作就会变成一种障碍，甚至会贪污啊，啊，甚至啊，虽然要帮却害了对方，因为没有智慧。所以我想，慈悲智慧并不是佛教徒的专利，而是所有人类都有的，因为人有感情，感情透过智慧可以变成平等大悲，啊，人有知识。那透过了解真相，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那就可以化为智慧。那这两个合起来，来发愿利益众生，而发展成力量。所以佛陀叫什么？念一下：大智慧、大慈悲、大雄力、大智、大悲、大力。这也是人的殊胜，人刚好具足这三个特质，是天道跟三恶道没有的。人有知识，人有感情，人有意志，我们叫知情意啊。所以唯有人才是圆满具足。所以虽然动物也可能有感情，但是它没有知识分辨的能力，愚痴嘛。而且动物的意志就很单纯，吃东西、传宗接代啊，它没办法很圆满。所以我们做人，却能够如此，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知识变成智慧，啊，去了解真相，而且帮助众生，把我们有限的自私的感情变成一个平等救度众生的慈悲，啊，把我们个人的欲望化为普度众生的愿力，大乘佛教的重点。那修行呢，各位就要一直告诉自己，这样我要转私人的贪嗔痴，成为佛法生三宝的力量；转贪心为成佛的菩提心；转愚痴为深信因果的空性的智慧；啊，转嗔恚为忍辱大悲。因为你要度众生，要忍辱，要受苦，啊，就像那个食物投下去是烧掉一样，是像受苦一样。但是没有烧掉，怎么会化成甘露呢？啊。所以呢，前面的灯没有燃烧，怎么会化成光呢？所以你要度众生，一定要有忍辱做基础，才能够慈悲。那最高的忍辱要达到这个功德，那你要证得无生法忍，就是要有空性，就要把你丢到地狱里面，那你都还可以承受
在苦的里面度众生，不然呢怕痛苦就会走入小乘了，我自己解脱就好。那做菩萨就不行了，那所有众生都让他们脱离轮回，不管地狱的砍你杀你的，你都要度对方。就像我们在金刚经，佛陀做忍辱仙人，被割裂王节节慢慢砍，慢慢砍，砍他的身体。他那时候想的是，我这样成就我的功德，我将来要度你啊。所以那国王后来成为佛陀成佛第一个弟子乔成如比丘。所以佛陀在被砍杀的时候没有嗔恨心，这个叫空性的智慧，只留着大悲心。那我想这个境界各位一定要时时观想在你身上，现在别人骂你两句你就不舒服了，不舒服了那就像我经常喜欢放声烟供，很多人在骂，对不对？当然反对的必定存在，那有些居士就受不了，哎呀师父他这样讲我们，他就想要退转了。我说他一个讲你，又不是全部讲你，没关系没关系那你不要为了一两句话就变了事实上大部分的人是护持放生，就少数的人批评那没关系嘛那是空性，我们做得更好就好了，做得更圆满也让批评者成为一个功德。为什么他批评我们就叫我们做好嘛做得更合理，那但是你不能起心动念。那对位如果你在谈恋爱，那就没办法了，那叫情时多云偶阵雨了情绪起伏得很厉害，因为那个时候你是用世俗的感情跟执着的想法，那就没办法，你因为苦对方也会苦。所以佛教里面大概整部佛经，所有的佛经都在教我们慈悲智慧那如何去圆满。所以各位，我们画了这个图一只手代表慈悲，一只手代表智慧，合起来就可以圆满菩提心成佛的心。所以自性是什么？很多人说开悟自性，自性就是悲智合一的菩提心，就是自性所以并不是讲自性是绝对虚无不存在的，虽然自性本体是空，但是空显现出来才是量，大慈大悲所以不能偏一边如何两个都圆满，又亮又清净又有力量，就像钻石，它不是石头，钻石所以它是最宝贵的。那我就讲几个重点就好了，我认为的重点。第八页最后一行，很多人喜欢讲活佛、仁波切、大法师都可以啦，都可以。然后我们要修行，一定要有心灵的老师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众生的导师所以这里面写的十一，活佛是心灵的导师。那当然，真正用活佛这两个字并没有那么恰当，但是对我们来讲，他就是佛陀在示现在我们面前，那这样就比较解释。一个善知识必须示现像一个佛陀的行为就像各位人家说你好像观音菩萨，你很高兴我做的行为，在第八页的最后一行。所以真正的活佛，真正的善知识，真正的法师，一定要具备这三种德相才可以。第一个我们一起念下来，具备仁慈与爱，这种爱是平等的，如同母亲没有偏见的看待每个子女一样，那是第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各位一定要去找，因为如果你要修行呢，有善知识引导，那你比较看得见自己的缺点，不然脾气不好的也很喜欢看佛经也看佛经发飙的时候更厉害，因为佛经看多了更骄傲，骄傲的时候更看不起别人。 那虽然看佛经，但是他还是没有断习气这样对他没帮助。那所以我的老师这么苦都还可以忍了，那我们有什么不能忍对不对？提醒我们。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是慈悲吧因为他就像个医生，医生不是为了赚你钱，他只想医你病，那这个是好有爱心的医生。那各位，如果你没有去找到有爱心的医生，他就不该给你开刀就给你开刀
对你这个小病他也没什么好关心，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有爱心的医生啊。所以但是他具备的就像我们母亲一样啊，关心你超过关心自己，而且平等的，而不是说我对你有钱，你有钱多一点供养我，我就对你好，没钱我就不理你，那就不符合这个资格啊。第二，具有智慧，真实了悟生命与生活的真理啊。我们的生命的真理是四圣谛，佛陀讲了，生命的轮回是苦的，生命有三苦、二苦、八苦，这一点要去了解啊，苦的原因要了解啊，乃至那活下来的目的是干嘛？有了这个生命，那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啊，生活是为了修行，生活也是为了断烦恼来利益众生，要有这个智慧。那当然透过经典，我这里面他们写的生活与生命，他不特别说深入经藏，因为是要把经典的智慧用在生活跟生命上的智慧，而不是只停留在经典上的智慧。啊，就像一个经济学教授很会讲，那叫他去开公司居然倒掉，那他这个经济学的力就不大。所以现在年轻人很喜欢听某某董事长来讲企业管理，这是因为人家是赚钱的嘛，对不对？然后他讲的这是实在的知识，就实在的智慧，要具有这种能够帮助生命、帮助自己跟帮助别人生命生活的智慧。第三个，还要有方法啊，因为没有方法，那对方也不能接受。要具备技巧与智慧，能够以灵活的方式教授他的觉悟，能够引导学生体会到他本质具足的智慧。就像佛陀，各位看佛陀的故事，阿罗汉没办法教的，佛陀都可以教，阿罗汉都放弃了，就像周利盘陀，你还俗吧，但是佛陀可以教周利盘陀成为一个阿罗汉，因为佛陀也有这个技巧、智慧，而且无量无边的神通。阿罗汉八万大劫，他看不了再远，对不对？所以也没办法分析。所以这是三种。那请看第八页的第一行第九，那。我们要找到一个善知识，我讲这个是希望各位两边都要学，一方面期望自己成为别人的善知识啊，就像你生病久了，久病成良医，我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但是一开始我们要去亲近这种人，将来我们青出一蓝胜一蓝，希望能够啊帮助，就像我的老和尚收徒弟，收徒弟就是希望徒弟比老和尚做得好，这就是对老和尚最好的供养。我们佛弟子啊，真心的修行，能够承担众生苦，能够传播佛法，那是供养佛陀最好的方法。所以做了一个善知识，各位想要发心做菩萨，菩萨就是同理大众一切无碍的人。那你要具备什么？第九念下来，他能够用敏锐的智慧斩断疑虑和误解，他的心充满了对其他众生的慈悲，如同母亲对唯一的孩子充满慈悲。就像各位看文殊菩萨拿了一个智慧之剑，各位要这个智慧不是砍别人哦，斩断自己的无明，任何一个不正确的执着，马上又马上给他斩断啊！现在有些人是专门看自己看别人的缺点，就看不了自己缺点的人，很讨人厌的人啊！但是文殊菩萨不一样，他这个空性的智慧剑斩断自己无明，你斩断自己无明，保持在空性的时候，这个空性自然发光，让别人来学你，因为你有这个过程嘛，啊，这条路你已经走过了，那别人迷路你就可以指引他。所以各位要有这种，而且这个斩是当下转，而不是说拖拉拉的啊，要很利的智慧的利剑来斩断自己的疑虑误解。什么叫误解？误解就是无明呢、啊。明明那个是苦的，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呢？啊，凡所有相都是虚幻的、苦的，结果你去着相了，哇，这个男人好帅啊，这个女孩子好美哦，这个美，你就看看它里面美不美。对方跟你讲"我爱你"，你冷静一下，你爱我什么？
钱呢、啊、性感呢、啊、我可以跟你谈恋爱啊，这个爱就很肤浅。你去分析以后你就觉得原来对方只是利用我而已啊，你去分析这个世界是一个虚伪的世界，和尚只有两条船，名跟利，都是为了这个而已啊，人跟人互相利用啊，这没有真心呢、啊、那就没意义了。所以他的心就像对独生子的爱的慈悲，所以不是对一个人啊冤亲平等，一个恨他的人佛陀都把他当作是独生子，就像提婆达多要暗杀佛陀，多少次要暗杀佛陀，正面也要杀佛陀。当他生病的时候，人家通知佛陀，大家好高兴啊，幸灾乐祸，害人精提婆达多病得快死了，佛陀马上站起来，我要去看他啊！佛陀你要去看他？佛陀说，如果我去看他，就像看我独生子罗侯罗一样，他病会好起来的。真的吗？佛陀用这种行动感动那些弟子，结果佛陀去看了、哦、然后呢提婆达多马上就好起来，当然好起来还是继续害佛陀而已了。但是佛陀对他的爱永远没有改变，没有间断、嗯啊、那这个叫老师嘛。所以我想我们这应该去学习了。所以我们看佛经很好，这些方向都有了，那跟日常生活待人接物你能不能接上？你不能说啊，那是佛陀跟我没关系，讲这种话就是不能直下承担。我们跟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佛有佛性，我也有佛性，佛可以成佛，我也可以成佛。你千万不要找借口啊，说我做不到，谁都做得到的。要不要？那为什么做不到？就是没智慧。有智慧马上就斩断了，一点执着都没有。好，所以各位一定要去多祈请文殊菩萨加持啊，去了解如何开发这种立即斩断的智慧，不然你会一直放不下，放不下那个事情。再来第十，如果你修行一指一位上师，如实地遵循他的话语，你对教法真谛的信心将与日俱增，能够在你这一期的生命中证得金刚持的果位。就是说信心、啊、各位，如果我们去亲近善知识，如果你能够把善知识的话100%的能够去依教奉行，你可以一生就成佛啊！这个就是在密乘里面强调的，一生成佛，他就不离开根本上师才可以啊。那当然所谓根本上师，他可能也是个人，他也有他的习性啊，或是你不习惯了，但是你都要认为这个都是个加持啊。当然你要去接近一个根本上师，但是你要观察很久哦，你不能说随便他知名度很高你就去接近，那也不行。你要按照佛经里面他也没有具足善知识的十种德行等等等等啊，很多佛经写的十种德行、八种德行、四种德行、三种德行，然后你这些都要知道，然后就像拿个放大镜去看去检视啊。我想各位就像你结婚一样，你也不能今天谈恋爱明天就结婚吧，你总要谈一谈，然后看看他家一段时间，搞不好很长的啊。那对于解脱的善知识更要观察，那你观察完以后你决定依止他说善知识，那你就不能退转，你不能看他的缺点，你只能想他的优点，因为你看他缺点你就会想要跑掉啊。所以就像弥勒如来被磨练一样啊，你不这样磨练他，然后他就看不到真理，也代表他的不退转，所以他才能够离苦。翻过来请各位看一下第18页，那善知识最主要要对治我们的烦恼啊，然后呢这个烦恼有哪一些，然后你要用什么方法。所以第十八页我们念一遍第八这一行来，无论哪一种烦恼占了上风，你都要施以正确的对治解药。一，强烈的贪欲升起时，你要思量贪欲对境可恶的面相，
二、强烈的嗔恨升起时，试着去感受更多的慈爱。三、迷惑愚痴升起时，你要思量轮回的缘起。四、嫉妒升起时，你要观修自我和他人的平等。五、骄慢升起时，你要在心理上设身处地。好，那我们修行就是要消除这五毒烦恼：贪、嗔、痴、嫉妒、傲慢。那这五毒烦恼会让我们生死轮回很苦。那基本上，各位，虽然我们讲大乘利益众生，但是你首先一定要对治自己。那你对治自己，那你也找到对治自己的方法去帮助别人啊。所以第一个，强烈的贪欲，眼睛看啊，耳朵听啊，特别追求欲望啊，感情啊，那你要去想它的负面的，这个叫不净观啊。就像现在18岁的男生，他就会去想要看 A 片啊，看性感美女，抱抱她啊，这个叫粗重的烦恼。但是如果你没有佛法，他真的很苦哎，他就一直在那边煎熬啊。我也认识人家这样压压压，男生压成女生，他就惯得变怪怪的啊。这种佛教是一种净化，而不是压抑压抑。我不能结婚啊，他从小就出家，他不能还俗，然后他就硬压压压压，压久以后脾气怪怪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了解，那这个东西会快乐吗？啊，所以你要思量贪欲对境可恶的面向，叫不净观。在漂亮的外表里面都是脏的血，啊，你满足这么多金钱以后，变成钱的奴隶，而且很多人就会来威胁你、骗你，啊，甚至呢你要缴多少税金，然后每天就很烦，啊，所以这些欲望更可怕的是轮回。轮回，爱河千尺浪，苦海万重坡，这些欲望会让我们生死轮回。我们生病很痛苦，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那如果你有男女的欲望，那你永远会在轮回。啊，还有这个情的执着，那心情更痛苦。那你要不断各种欲望，你都要去想。第二，强烈的嗔恨，这是习惯性。今天有人骂你不顺境，你马上就脾气就起来。啊，特别你对你小孩，我跟你教那么说，有人会把小孩打死，就是这样。啊，因为他对他有感情，但是又控制不了这个嗔恨心，然后他就会打他、骂他、伤害他。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去想的对境，试着去感受更多的慈爱，你要去同情他的弱点。所以各位，你平常就要准备好，一直修慈悲观啊，我怎么样？爱我所爱的人。第二个，你要观想如何爱那些不认识的人。那你这两个修得很好了。第三个，我也如何去爱那些伤害我的人，因为他就是无明嘛，他就是不了解啊，造恶业，所以他如果知道他干嘛伤害自己，他就是不知道。那你要去替他想啊，而且也希望他能够离苦，而且去对他好。你要一直这样去观修啊，去思维。当然这里面更强调这叫感受，感受到对方的苦啊，感受。特别我们了解因果的人，这个人这辈子杀人强奸，然后他被判死刑以后还要下地狱，然后地狱无量劫，然后恶鬼道，你去想这些，哇，他真的很可怜，他真的很可怜啊。就算你轮到你去执行死刑，你要想让他这么苦，以慈悲心啪啪没办法，而不是说你这个坏人你该死啊，而是用慈悲心。所以一个人越不懂佛法，越让我们慈悲。所以佛陀说他已经证了空性，但是众生母亲却还在执着没有空性，好可怜啊。所以我们如何让所有众生都能够找到他的自信，免得呢不断的在善善恶恶生死轮回，要去感受到他们的苦而生气悲心。那如果你这个经常培养这个悲心，就不容易生气啊，不容易生气。第三，迷惑愚痴升起时，你要思量轮回的缘起啊。所以为什么会轮回？因为无明嘛，十二因缘法，
无名缘醒，行缘事，事缘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哇，众生呢、啊？